启禀皇上，御史台侍御史吴夫在狱中上表，弹劾御史中丞刘伯温大人。哦，私用官银，假传圣意，诬陷丞相，还有物证。去搜查吴夫的家。弹劾刘伯温，你有那么大把握？老师请放心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那信我早就拟好了，现在又加盖上了皇上赐给刘伯温的玉印，他是罪责难逃。可是笔迹不对啊。学生早就搜集了他的笔迹，派人描摹，只怕是比他刘伯温还刘伯温呢。这封信已经秘密地放在了吴夫的家中，就等皇上派人去拿了。谢皇上，你们来得好啊，来得巧，来得真是巧。那就去看看吧。谁看眼瞎？哟，怎么了？害怕了？不是，这。底下还有呢，底下。嗯，不看瞎眼。别那么胆小。左边还有。扔掉全家横死。还有右边呢，右边。右边也有。不扔百病缠身。朕派人去搜查刘伯温的罪证，却搜出了这么个空盒子，里边什么都没有，外面却是煞气腾腾。朕琢磨呀，这是给心里边有鬼的人看的。哼，御史台侍御史吴夫不至于敢去招惹刘伯温吧？朕的判断是有人想算计刘伯温，结果被刘伯温算计了。哼，玩砸了。嗯，写的不错，有文采，也真够恶的呀。啊，这些要是让皇上看见，砍我100回脑袋都够了。这信您还留着呀？哎，留个纪念吧。现在看那个大鼻子也不那么讨厌了，人家本来就不讨厌。您说那王伯现在干嘛呢？啊，他呀，绞尽了脑汁也想不明白呀，他那盒子是怎么掉的包啊？幸亏他盒子封得紧，连他自己都打不开，我还真怕被他发现呢。咱们这么一吓唬他，他就想着赶紧把盒子转出去就完了，哪还有功夫核对呀？老师，那吴夫在牢里畏罪自杀了。
畏罪自杀？啊，不会是你下的手吧？哎呀，老师，老师怎么这么看学生？学生我怎么能做出这么狠的事情来啊？不过他这一死，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啊。那刘伯温既然看穿了你那个线人，偷偷拿走密信，那接下来难保不顺着这个线人追到咱们这里。学生已经做好安排了，不要再杀人了。我最见不得杀人，那是会遭报应的。您说的是，就请老师放心吧。老师只管修好凤阳陵墓，建起那丰功伟业，到那时候学生我啊也跟着老师沾光啊。我呀，做官做到了左丞相，已经心满意足，再无他求。如有合适契机，我会向皇上举荐你，我呢也会抽身隐退，那以后就看你自己的了。老师，多谢老师，多谢老师。起来起来。那匣子上写的话越想越晦气。咱们绕一段路，去一趟那什么王神仙那儿。